红魔鬼，红魔鬼，红魔鬼，我晕吧。哇，真的是很非常凶。康桥名产，凶暴的福寿。Hello， 又见面康桥，我是查密。龙爷。前面没有。我是索甘尼。索甘尼，所以来过康桥是只有我一个。这次的话，我们三个人到齐，来个康桥。如果还没看过我做的那首诗，回去看一下。好诗，好诗。那今天的话，我跟龙爷的话，我们都会是用鹿芽干。对，今天鹿芽煮。那李子那边的话是手干煮，手干煮嘛，不多说了，那就让我们来个。不瞒你说，这是我的母校，美丽的母校。所以这个英文是什么？就是。NCHU 是中心大学，然后学生会。哦，这是学生会啊？对，我是。你是这个时候修哥了吗？不是修哥了吗？没有，这是虚的。我看学生会。我发现这边垃圾鱼好少。有吗？好特别啊，居然有这种地方。那这样不就看到换气的就知道是待后年了，或投啥之类的。很小的，这个大概一截手指长的饵，看第一竿会不会中。这大乌锅，保护巢的大乌锅，那只是攻击，不是要吃，所以只有吃嘴边一点点。啊，来吧，走！啊，红魔鬼，红魔鬼，红魔鬼！哦，这挺大的哎！哇，漂亮漂亮，红魔鬼真的还蛮漂亮。那就是可以看一下。它的钓法比较不一样，它是用那个鱼形卵虫，然后黑须鱼钩、长钩，然后一直丢草丛边。这个是他们康桥的独一特别钓法。是啊，对，很特殊哈，因为看得到的鱼尽量进都不带，把它当作呆在玩是不是。对。OK， 小鱼吧。一个萝卜一个坑。这个是什么？巴西龟。哦，是巴西龟啊。对啊，应该这边台湾应该都是放的。嗯，这太巨大了吧？没有，问题是乌龟鱼的家，乌龟鱼没办法把它取走，它的乌龟，乌龟鱼都放弃了。好，先我干。听说这边是乌龟鱼很多，而且很厉害。那我们用的是一个在地的阿伯给我们的这个白金某某牌的福寿鱼饵。看静静的地方就有了，就哇，好凶，真的很凶，而且还蛮有力的。康桥名产，凶暴的福寿，不开玩笑，真的是干干腰，超凶。哦。有了，小小只的，哦，好玩哎，真的，对了，真的就，哇，漂亮，哎，很重点是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力啊？啊，经过在地的指点。在地的就是不一样，凶暴无锅鱼，凶暴。
哇，真的是很非常凶，哇，对，真的刚刚咬，而且都蛮有力的，哎，哇，超冲的，好惬意哦，还刚好在一个柳树下。我说这样看起来好惬意，还刚好在柳树下。坐对拉椅，这个哦，这个很大哎。感谢，但是哎，好热。它还在冲啊。它一直往下钻哎。淡水界红干。是很粗啊，竟然可以直接直接。哦，是大的。拜拜，拜拜。在拍的，所以就是吃冰。那这个是我们李子推荐的大学时期回忆，来忠孝路一定要吃这家。我以前夏天热的时候，每个礼拜都会吃一次，超好吃。他要帮你跟他要一下宣传费吗？没有，不用了。反正老板娘很好啊，很爱跟人家聊天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说哪一个是？它特别是烧饼，烧饼很特别。烧饼，对，就是它是。它上面会用一层气死，然后用火去烧。哦，那这样子是不是怒火九重天的感觉？哎，没有那么刺激，真的好吃的，对啊。好吧，那我就点个，我吃香草气死烧饼。老板娘教了会了吗？对，真的好吃啊！不要说，先吃这边直接用挖的，然后呢上面慢慢烤，然后气死烧饼。然后差点就骗到老板娘说喂我吃，中间是红豆是不是？对，我不知道。没妙。突破我的三观。看个后坐力，超后坐力，就是气死后坐力。因为它前面是那个焦糖，不是你说那个烤焦焦那个？等等，我也。前面都是烤焦的，干嘛？你在思考？好吃，怎么吃？因为有点敏感性牙齿。我们生冰冰的味道会改变。回味一下，味道完全一样。它的冰特别是它有一点，它冰有点像绵绵冰，对，口感会比较绵密一点。对。因为它冰本身是有甜味的，有牛奶味，对不对？还不错，好喝。然后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宿舍晚上不知道吃什么，一个住小套房，晚上都不知道吃什么，我就来这边买晚餐都会买这冰，也是夏天。那时候一个人，哪一个？有点凄凉，啊，吃两根，便宜。他要多少钱？90，不是，台北应该这个120以上跑不掉。对啊，注意一点。台东90块。我看他芒果新不新鲜？现在流行芒果鸡。他芒果，他芒果肉。清大的学生出国又一圈，一定会回来。刚刚换的拉美了。老板，老板要放下豪语了。不要拌，好。这个也不用拌。这个特别吃法吗？没有，这是烤糖的味道，这是鸡蛋糕，不一样。这个烤，这个、闻起来是那种鸡蛋糕，因为它红豆会把，就是那个气质会把红豆包起来。那这个不是，它是只有焦香味。也是慢慢烤。对。然后它这个蓝莓里面是有果粒的，它不是只有酱。好，谢谢。慢用哦。
好奇怪啊，什么感觉？在吃果酱吗？对，果酱，然后上面有一层焦糖，焦糖跟焦糖的苦，然后去提那个味道，对，很特殊的。不会啊，那这个冰，如果这个冰我们吃不完，全部给你。没有啦，这次我们应该都会吃完，很好吃。OK， 那就这样，拜拜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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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和小铃铛哦，谢谢。